怎么 stop 的鞋子？将你赚的钱。
啊？外套。今天等下饿肚子哦。
好好好七好没关系不要碰Thank you.
阿推哦，他叫阿推哦。阿推，星星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耶！这边啊，一二三耶，快点！一二三，耶！好。充电站啊，摩托车的电池啊。
去那个蛋糕店吗？我有水，你要吗？好，那你不是有带一大瓶的水？没有。啊？今天没有，因为要去全家买，我忘了。傻了，不好啊，没吃够。所以总共家里真的很少零食哎。我的水，你的水啦，快点拿出来啦！到底要盖好了。
喂。要用袋子装的哦。自己闻。就没有。先放这个。他写最后一个礼拜天，他不是就这个礼拜吗？
逛一圈就好了。对啊，楼上餐。现在越来越有菜。
不行。没有，要不然一起上去啊。我们两个去探班。好吧。就个水塔而已啊。喂，真的是水塔而已啊。真的是水塔啦，真的很普通啊，不要太多的期待。我就不过去了，还是你们不过来了？
是我是我是我所以你马上那边放桌子。掉下去哦。我们要去找妈妈。还是我们先去那个古厝。剩下的水给你喝啊。
我先过去再绕回来，我忘记拍那个刚开始的样子。哇，为什么我们家前面没有这个？好浪漫哦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哭。生子吗？哎、欸，你干嘛注意啊？哎、喂！我没在看。啊！喂，要哭了。你有告诉我要停下来吗？你有说吗？有吗？你有没有说？有没有说？如果没有说的话，不要再说了，只剩下这一点点。等下看到全家的时候再停下来。没有说的话，下次找你。对啊，什么都没有讲，要怪别人。不想喝就算了啦，最后一点点我喝掉，来给我。婴儿车呢，是给人家放东西的。你这么巨大，没有办法上车了。你再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带这一台车出门，然后以后你背包自己背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样你会哭更惨哦。要不要？以后不要哭。你哭的话，这一台就不带出来了。背包以后自己背，很重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没有办法。
是吧？是柚子吗？好大，超级大柚子。这就有古厝吗？啊！啊，他们怎么都不知道？怎样？老鼠啊！好恶心！我今天已经看鸟啊！哎呦！请请坐着。前面，在前面，前面。对啊。因为他们被那个小鸟吓到啊，小鸟死掉，然后很多虫在吃它。我们去那边。我妈等一下会来找我。
这里都被关起来了。好吧，走了。不用拖了，不用拖了，直接走过来就到。没有东西，都关着。都关着啊，你可以走过去就好了。哎，你有橡皮筋吗？有吗？好，这个换。好，谢谢你。Hello。今天要带你们去古厝哦，来吧。那个鸟很 discovery 啊。好，对不起。这轮子怎样啊？
该走路，把重要的东西拿起来吧。不要我的杯子，我的垃圾。哦，这边过来。那边就不能进去，我刚刚也那闯进去。